选人了啊，又选人了。关键是谁玩意？上个关键是让手呀，你给我叫火红单，你给我火红单子单，俺一个人来玩单哇。哎呀，关键是啥？你这是嘛在骗人？你咋了？俺你妈咋就不一样？我还来我坑你哦，还要坑你个娃子，你让你回去给我们单子便宜。所以等你那我说服你，你给再把负担给来里，你不多打了给来里二龙我。这关键是哪原因？你们，你们回，俺问我。没有问我的嘞。啊，妹妹你说一回，我啊，你家是不能过冷。那个家过家业过家业家业，家业过，大过家业业。你也是意思嘞，不过，但是一下了你，这妹妹你说你给人家下不打，快，一回哦，一下了你不过，你看我一句原先把记住。哎，把关键是嘛，人家是你，我呢，不知道还是也，反正都把关过，给，反正过了过嘛的，人家你不服，哎，这关键是道理，你不能让你人家也，我在工作，我怎么，我怎么上不过这事，得嘞，明明打不过啊，这是打哪一面呢？啊，这是把关键是嘛，打专业一句话语咯。啊，谁老多？没嘛，打专业一句话语那得。Friday night, I'm on a ship meeting.